哥的恶行恶状，后辈全面控诉。只会吃便当，吃到节目倒倒光。5分钟要开始了，哎呀，然后我就说，你说这个要不要忍一下？啊，可以，两秒钟，不用，不必不用，你稍微乱讲就好。宪哥，他怎么可能会蕊呢？你什么时候陪过我？好不？不成，哎，做什么呢？哎，是真的，这天没东西，你看哪球呢？看到修哥了就心痒难耐。你这个要讲好哦，你等一下哦，我已经把我等一下到这里，我是长辈，我等一下，有的我怕了。一次打高尔夫球，我开球车，他在我旁边，左手就放在我的右大腿上面。艺能界演艺圈，嗯，对，来了两位，几乎可以称之为故人院的大哥。哦，这个晚生后辈对他们有一些欢迎，我们台志源大哥，台哥，洪都拉斯洪哥。坐，请坐，我是抱着真的是很是谦卑的心情来这边忏悔的吗？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我是抱着怀疑的心情啊，这种通告你怎么敢来？对，我这个给西桃都准备好，哎呦，摸啊，我随时让人家来报复。但是台哥啊，讲真心话是治军非常严明。哇，我跟你讲，他带人啊，带到底下人看见他不寒而飘。对，立了。对不对？撞的嘞！你是不是这个结仇很多啊？没有啊！我其实这个不能讲说治军严格，嗯，但是是以这个严苛为主。严苛有差吗？军事化的教育，一个是格，一个是跟我们新市长一样，苛政猛猛于虎啊！是，哎呦！但是这也是恨铁不成钢啊！哎呀，对，是不是？希望他们好嘛。对，你看洪哥好像好一点。其实你们说今天要找演艺圈的故人院，你们找台哥，是就对了。我是有同感。哦，对，我本来是要去控诉他的地方，你也要到后面。我也是在他淫威之下长大的，想不到我居然变成被控诉的。你可以帮忙补充。对，而且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一指一举一词。我都看在眼里，我有时候甚至我心里面发出那种怜悯之心。我些小朋友刚刚才从岸上浮起来，你硬要把他压下去，菜鸟 Lucky 被你这样整，结果我讲完之后他压得更深。但是洪哥是那种那个打落水狗，就是上兵先处理完之后，然后一等兵再处理。哇靠，我们是双重教育。在你心目当中的台哥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大的缺点？其实缺点不多。不多，但是有一个就受不了哈。啊，哪一个？嫌便当嘛？不是，便当那是另外一个，因为它跟表演没有关系嘛。他对于你个人的就是养成教育非常重视哦。所以你是个演员，你就该把你的做好哦。你不能说你是个演员，连个台词都记不住。哎呦，讨厌人家不守本分，对，把分内的事情做好。讲真的，猫抓老鼠。这就是本分，对，像我以前主持一个节目啊，那个台哥就是坐在后面总评审，有时候我看他的脸啊，我都会觉得说好凶哦，他一定在干掉我，对，然后他的脸就这样。后来呢？听说他没有把音录下来，然后台哥放出来之后，他声音是说：“欧弟太棒了啊！”真的吗？表情这么难看啊？是有这种事？真的，真的。我在看的时候，我看到欧弟也是叹为观止。哎呦，我觉得他的模仿怎么会在这么多人之上？又是他比日本的 Kuroki 还厉害。欧弟今天人在这里，我们就直接真人对质，好吧？对质。两位大前辈将接受审判，后生晚辈隐藏身份。一对一出面指控，若控诉内容造假被抓包，必须揭开真面目。欢迎出场哟！欢迎十位控诉的朋友。来，小心开路哦！哎呦，哇，这么多人啊！哇，那跑不出来，怎么还在水上呢？跑出来！哎呦，这真好大呀！哎呦，真的好粗，真大的小肉蛋啊！小肉蛋，没奶子。红鱼宴，巧巧，哇！小心不要掉了啊！塞缸，我的妈呀！塞门呐！亚洲舞女，还有一个闹蛋，哎呦，小苹果，你是我的小苹果，好多人呢，各位，这。
这画面有没有一种感觉？你躺在病榻前面，你怎么会这样，台哥？往生了，冤亲债主都来。你看破狼湾呢，台哥怎么笑成这样？台哥，而且因为很多人是不拿通告费，硬要来讲。还给制作单位钱，说我一定要来讲。对，给钱。这一集是不是在做那个啊，红哥的这个告别式？全体统统有向两位前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献花。收到，收到，收到，收到。直接就让他们先坐好，先坐一个一个，一起来看看他们心里面的话。来，我来第一位。梅乃滋小姐，来来，请出列。梅乃滋小姐，来来，是谁？你想控诉的是谁？是台哥。还要变音的？你这个台哥哪个？谁不知道你是谁啊？怎么有这种声音啊？你稍微变音一下吧。你有带这个吗？林美赵小姐，像话吗？黑寒，来北齐，来来，欧弟把黑寒为了保护当事人，我们念黑寒，黑寒怎么？滥用公权，仗势欺人，而且还盗用制作费。有盗用，这很严重啊。制作费是拿来做节目，把节目做好，对观众朋友是一个交代。他竟然滥用制作。费哇，请补充。这个事情连我都不知道哎。滥用制作费的人就在左手边。我是滥用道具费，红哥跟郭哥那是有名的，那是传承下来的。指控是你，请就定位。来来来，请讲话。你怎么会知道？因为呢，我以前跟台哥一起录影。我在那边变声，我要变声。他这个声音变声，他有变声，他变声，他有变声。好好好。这是变音器，我不是丫头。三百的啊，没有这样傻妞啊，他怎么样滥用这制作费？因为每次的台哥录影呢，便当都一定要很好吃，如果不好吃，他就会丢便当说这是人吃的吗？对对，这是很严重。有一次录影的时候呢，现场就有一个很有名，不是台北是中南部的一个地瓜。然后我就很惊讶说，哎，怎么会有这个地瓜？结果工作人员说是台哥特别指定要吃中南部这家，所以录影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跑去买。中南部地瓜是这样，太是吗？因为我们要支持这些瓜农哦，因为我跟你讲，那种地瓜那个利润其实不高的哦。我们平常录影啊，请工作人员去那个什么。去那个 Costco 买那个牛肉卷，我都很拍谁了。不，还中南部？没有，它是那个地瓜是从中南部来的，运上，但是运上来，但是是台北的门市啊。哦，这个卖地瓜的呢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哦，所以这么说来，你吃地瓜这是真的喽？是真的。哎，不过吃地瓜是真的，也不就是那么一次，怎么会被他吃到了？哎呦，丫头，你那只地瓜。是梅乃滋，梅乃滋，他叫梅乃滋。我个人深深觉得你是不应该来控诉的。对，你来干嘛？你应该派代表来就好。太明显了啦！好，这个，所以这个事情是成立了。对，这个事情也不能说成立，因为我们是好心嘛。地瓜好看，要很多制作费拿来做道具，结果被台哥拿去买吃的，都吃光光了。对嘛？而且是坐高铁去买。没有，没有错，高铁，人家自己运到台，哎，门市，人家已运到台北来，台北的门市啊，吃地瓜店在台北了。好 ，OK， 各位，本席在这里郑重宣布，是罪名成立，这样就成立，吃斩，来，拖出去，没有用。来吃地瓜，第二条，还有，吃地瓜这样子有罪，请下去，不一定都是指控你，好吧？正好出，请出列。正好出被控诉者，你想控诉谁？台志源，又是台志源，梅哥，请上来。请坐定位。罪名来念出来，看不出来，我就不要下去，我就站在这就好了。不敬业。罪名不敬业，爱迟到又不蕊稿。哎，这个是台哥吗？不蕊稿，没错。只会吃便当，迟到节目都倒光。喂，哇，这么严重，好有力的指控，厉害啊！有押韵，这个严厉的指控，好不好？
来来来来，你感觉对他心生？我跟你讲，我觉得他现在开始有点心虚啊。哦。因为他在害怕，他手握，不要怕，手是不是有流汗？我看一下，我握拳头是生气，不要怕，不要怕。你用讲会不会用几次歌在上看？大哥，你怎么？你再讲三句话你就破梗了，你干脆用唱的好了。我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我不是，今天我真的很生气，这位朋友我来哭哭你，你来在这里呀，我一定要这里羞辱你。你是虾米路易你不累到来夹东西喂到底为什么戴头套不懂我不是你把它想清楚哦之前呢有一个那个现场直播的那个模仿节目、哦那个是9点的 live、然后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呢大概7点就要到现场准备剧本、然后要备好嘛因为等到大哥来的时候要跟他一起蕊好对不对、后来那天台哥我不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情9点的 live 他8:45到他第一件事是说大钟啊我的便当呢他不蕊稿先吃便当再来就说吃完便当他准备化妆55分再5分要开始了哎呀然后我们就说台哥这个要不要蕊一下他看一眼2秒钟不用全部不用我们上去乱讲就好了什么节目然后我们这些新人想说 Live 的节目怎么敢乱讲他有我的妈他更狠的来了他那天演慈禧太后然后我们就演一堆小太监他上去之后他还不是先上他是中间才进场他前面讲完话他中间进场说然后慈禧太后驾到他讲了好了你们嘟嘟囔囔些什么然后讲大概30秒他的话讲完了太后起驾回宫啦就走了然后我们几个新生什么词都没背到而且是 Live 就是 Live 的那这种行为跟白云有什么差别呢这基本上是一样的哎呀台哥啊你这个啊你还说别人呢、这是什么控诉 啊是吗这个明明就是哎这个 Live 的节目就是要有一种这个临时的冲撞即兴才有火花嘛、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等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方向、但是我会怎么讲也不一定啊、因为突然间我又想到什么好的就像那个临场宪哥他怎么可能会蕊呢啊对不起他真的有蕊他真的有蕊还是说你站上来好了你什么时候好不好不是两个都没有用好那么我跟你讲不蕊稿他是啥我们是不开会好我们要我们也不彩排什么那个哎做什么你要控诉什么控诉什么很多人要控诉大概好弄弄到三几半米啦哎呀因为有当时吼，来个来的时阵，佮看起来足忝的，拢是看篮球啦。今天湖人队够输皮啊啦！奇怪，伊遐新冠也无法管啊，看篮球看真正感觉。我得分痛位得分，大家拢哈利乌哈利乌啦。他有没有来的时候先聊今天哪一队的胜算比较大？对啊，我唔知伊到底是想要怎，我看你佮鬼等你看电视啊！我听你这声音，你就知道丫头，你不要再装。是被拿上来这样子我怎么我宪哥他怎么在讲你好过分哦不开会不开会不彩排对但是他也不 NG 不 NG 啊这个是专业本能专业对嘛他能乱讲一通你实在是哦他直接跑掉他怎么 NG 我怎么跑掉这个时间我该跑掉就要跑掉你起价我留在那边没有用嘛人家退堂是让你们多一点表现对啊这个我个人觉得我对嘛你们这些新人自己扛不起来还说人家老人家哎我们都巴不得宪哥下去休息了嘞他是不是休息宪哥你们永远要靠台哥难怪你们不会长大对不对曾大根啊曾好处错本席郑重宣布这一项罪名驳回驳回合理吧你办事专业英明啊英明干功力够有这种好大哥还不珍惜功力够会休息的大哥来来洪都拉斯手型遭接巴晚辈挨打走羊啦表面老实但其实好色的要死看到修格罗就心痒难耐他会趁修格罗去化妆室换衣服的时候然后再自己去换他假装里面没有人其实然后就偷开那个化妆看能不能不小心撞见我跟你讲你这个要讲好
蔡薇要指控的是谁？小平格，黑函黑函，被控诉者，来，露露。爱说谎，自欺欺人，导致造型师常常白忙一场。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之前啊，就是有一次录影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台哥就把一个140公斤的那个服装师叫来骂，因为台哥在旁边一直问他说：“你给我说，我的真实腰围到底是几腰？”然后那个服装师就讲不出来，就一直支支吾吾。我声音松掉就像咯。盯住盯住，年纪大了是盯不上去了，再盯会漏尿，会弄伤手。我们一直欺骗台哥说他的腰围是32腰，台哥就一直相信。然后呢，因为他去录别的节目，别的节目的服装师就问台哥说：“台哥，你要借几腰？”台哥，你的腰围多少？现在是33。骗人！你骗人！你骗人！我跟他沟通了，我们是说腰围，不是腿围哦，是真的啊。之前是，我是去别的节目哦，他问我说我的腰围多少，他要借服装，结果他。我只是跟他讲说我32，好，他说骗谁啊？他说不可能，然后他后来量是36，哦，我说不可能，我明明那个裤子上面写的是32。可是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样子，只要是要帮台哥借裤子的话，我们全部都要把标签撕掉，把36的撕掉，然后缝上32，就为了要欺骗他啊！那么辛苦啊！我是被蒙上这么淫威啊！直接现场量出来，好不好？哇塞，哇破！35，怎么用35？天哪！而且35又太紧了一点哦。我这个我要申诉一下，请说，因为这个是完全我被蒙在鼓里。哦，我一直以为我是腰围32，没有想到，就真的有一天真的是36，然后他居然把隐瞒我。隐瞒你，然后他把那个32缝在36，哇，太感人嘞！他叫淫威，他等于是让你个人干爽，就对，哇，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我这样子活生生被蒙在鼓里2年，那你人家造型师借来的，你就硬逼他，我多少我多少把他骂哭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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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公斤被他骂到剩下72公斤，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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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感谢漏油啊！没有，后来他跟我讲了这个真实的情形之后，哎呦，我才哭了，所以我。我是被蒙在鼓里的，报告庭上，我觉得这个是我委屈。换衣服的时候脱掉，都会叫我们跟他讲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32？”有时候他还会很夸张说：“这个是28腰。”哎，不是，还要说他有腹肌，他还说他有报告庭上有块肌，哎，请说，没有没有，报告庭上，我这个不是，我是在砥砺我自己，好，同时也是砥砺新人。你看看。我这样子都敢说我28了，但新人，更何况是你们呢？这些新人很想把你砥砺掉，对，消除，所以我现在没有节目了。怎么说？本席郑重宣布，这个应该不能是一个罪名，这不成立，真的不成立，对，驳回，驳回，记者庭上，这个真的。对，因为宪哥自己裤子也很紧，我能帮的，对，因为我跟你情况是接近差不多的，对啊，因为后面还很多。骗他，下一位你也腐败这么久了，也有对对对，还是人难免会胖嘛，对不对？我多了，多少？下一位被控诉者洪都拉斯啊，好，王丽阳，请上，怎么可能？哎，欢迎，我是控诉不新人的小杜杜。亚洲舞女哦，两位啊，两位要一起控诉哇！我跟你说，一箭双雕，双飞哦！哎呦，两人手牵手，嘿，这是我看过亚洲舞女最好看的一次。对，小猪左手拿麦，注意听了，我没梗，又爱把气氛搞僵，什么？录影只想领完钱回家嘛？哇，这个不草草了事啊！来，小兔兔，以前有一起组，就是模仿一个小的短剧单元，然后那时候要讲台语，然后都要讲笑话，可是要用台语讲，然后讲着讲着，我跟红哥就会一起越来越冷，冷到最高点，然后就没有被
就没有被救援。哦，他不会 cover 你。对，我们在常常把气氛冷到最高点。这么听来，你本身也是很冷哦。对啊，你看，要冷就冷到底嘛。你已经冷到我们工作人员掉白板喽。因为我有一个固定的单元，都是讲闽南语的。对的，阿洪吉家欢迎大家来到家。今天刚说为听众朋友们的关心，都讲波豆大代志的。哎，真的没有梗呢，哦，不好笑。这是 open， 还是 open？ 是 open 而已啊。但是因为旁边都会有一个人来帮忙讲话嘛。哎，抛抖包袱接包袱。但是旁边的永远不会讲闽南语。哎呀，我是说，你是个很好的机会。是，只要你闽南语会多讲一点的话，你除了分担我的一些辛苦之外，你还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其实你是可以帮大家加分的。对对对。可是他们连一句闽南语都讲不出来，不相信你问他。来，你还会讲？你有办法用闽南语自我介绍一下吗？我跟你讲啊，不，你直接介绍，你们两个来堆他的梗。好，我示范两句，你听看。好，来来，开始就对。洪老师，今天不要说听众别的观众都讲报道大代志，人讲鬼啊，专讲收视率相关的电视剧，综艺大热门，你安尼对不对？忘掉啦。主要的原因是安怎？你敢猜？怎？你讲。主要的环境就是，阮只要要讲一个笑话，比谢人讲的较好笑。好，你讲。啊，有一天，我就好笑话，你有笑话吗？啊。你说我怎么活得下去？但是他有一个动作是做对的，就是把他的左手扳下来。因为每次跟洪哥录影的时候，打完招呼就会去旁边，然后做自己的事，然后洪哥就一脸在录的时候就想赶快结束回家陪老婆，所以他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可是他换通告费。本席严重抗议，怎么样？我替你抗议，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他回家是要回家陪老婆呢？节目上之前有讲过，就是钻戒什么要给老婆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感觉他是一个很疼家里的人，所以跟他录影的时候，他就一脸我很想回家，所以我就觉得是混吞告费的行为。我跟你讲啊，他这绝对不是混吞，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团体里面是，其实有很多漂亮的妹，但是每个漂亮的妹旁边都会有很多的花蝴蝶，我会觉得说整个演艺圈的生态。为什么只要一有女孩子，就有男生靠过去？有哪些嘛？花蝴蝶要讲出来啊！白云哥啦，哦，然后就是白云哥啦，哦，还是白云哥，白都他而已啊。洪都拉斯男女通吃，连宪哥都跳出来指控。四五年前某戏晚上下了大雨，我送他回去，哎呦，你怎么还在抖？知道了他的家门口，我把车子拿开。在这里看着，我心里就一阵寒颤。怎么了？下车了，我就问他说 ：“You want a kiss？” 有一次打高尔夫球，哎呦，我会觉得说整个演艺圈的生态，为什么只要一有女孩子，就有男生靠过去？有哪些嘛？花蝴蝶要讲出来啊！白云哥啦，哦，然后就是白云哥啦，哦，还是白云哥，白都他而已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演艺圈里面就没有一块净土吗？哦，那什么叫没有一块净土？这里就是净土。对，看到没有？瞎了吗？对，这是人间乐土。哎，那我们去录影的时候，就会需要说，不要把女孩子吓到了。哎，不要让她哎，怎么为什么每个大档的大哥，每个都好像说还是。用这个关心的名义啊，行这个露露的前后左右都是净土，欢迎靠近。哦，好，所以这个指控，本席严厉的觉得。驳回！什么？什么？捡起来！来，驳回！一、二、三，三接！哇！跟小猪啊，小猪哎，对不对？小猪其实我跟他很少有聊过天，想不到平常对我这么样观察入微啊！啊，我真的是当面指责，当面指责。对啊，有吗？有啊，我是说我夸你是好老公、好先生。你没有夸过我，你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话呢。因为你看起来就很想回家，所以我不敢打扰你。因为洪哥比较慢熟，有感觉是好人，只是他骗通告费很不应该，因为他上来都不好好，都是就是。哎，我再怎么骗通告费，也没有这个家伙骗得多。对，讲30秒就回家了，我还从头做到尾哎。对，可是他是洪哥是从头忘词到尾。他只要忘词的时候，他有一个 SOP， 他就是会先，比方说，会重复那个指标。今天讲到说，国防部长啊，忘词，国防部长就是国防部长，然后接下来就哈哈哈哈，全部忘记了，然后他是做到尾，但是他是从头哈哈哈到尾，说哈。人哦，不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我们做了十几年，大概3000多集，我就那么一次忘记，就被他记住了。没有，你还有跟阿天一起，你也是忘记啊，我也是看一样都是。哈哈哈哈哈！我看了好多次，而且是 live。要是大哥忘记。啊，当然晚辈要补嘛，晚辈补不起来，提醒嘛，这是你的不对了嘛，补不起来。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忘词的榜样，就是白云哥，为什么还要有第二个呢？我们已经厉害到白云哥忘词，我们身上会带剧本给他看哦。停上，停上，哎，其实我一个建议，好不好？请说。正好出已经可以把头套拿下来，请接头套。大根啊，真好出，好，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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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去，黑韩没有恭喜，下一名洪都拉斯还是我啊，请站好，站好，哇，这个很奇怪，我们人也不能做太好，太狠，做太好人家也会出来，控诉者大根曾大奶，大根直接讲出来，好，注意听喽，来喽，表面老实。但其实好色的要死，小心看到修个喽就心痒难耐。哦，我今天上来，我跟你讲，你这个要讲好哦。你等一下，我已经把我等一下，我是长辈，我等一下，我们等到录影完了。哎呦，叫我等一下，被告冷静，被告冷静。被告，被告冷静冷静，不是卖产品，都没有伦理吗？这样讲，现在你受得了吗？你要讲话，来来，宪哥，你先等一下，我先讲。不，这不是都没有伦理吗？因为我常常啊，犯案的事由啦，不是他跳，对，我常常上来是以证人的身份，对对啊，被告，我们法庭上就有证据，来来来，不是，我都已经知道他是谁了，我今天已经把证人，因为我在这样比较好讲话，把证人带到这里来了。刚刚说他是好爸爸、好男人，那些都是表面，其实他私底下。多想跟那些修克聊天约，今天你是受害者对不对？对，我要来，我要来证明一下。对不起，这个年纪的男人，最多就聊聊天而已，就春景，最后还不是被你们这一票舔走？你们人严重驳回。梦中人，那就给他机会。受害者曾大奶，好，我要讲。当时被谁听到？对，来，具体名义好好讲。被谁听？当时就我去那个焖锅举牌，然后红哥就会不时的透过镜子跟我对到眼。哦，好看，好狂。我就跳到黄河，我真的有透过镜子。我朱三丰，你们说有镜子啊？成立，成立，成立了，成立了。我们摄影棚哪有镜子啦？化妆间有镜子啊，过来，过来，在棚里面呢。然后没有在化妆那个化妆室，先偷看。对，然后他就是故意在那边乱讲，装绅士，好像装美式这样。然后可是他不时的就是会瞄一下，瞄一下。哦。他会趁修哥去化妆室换衣服的时候，然后再自己去换，他要假装里面没有人，其实想要去偷开那个化妆。哦，是吗？这个很严重哦。红哥，里面有人啊，他想要站下来，他能不能不小心撞见？对，人家以为你是立委吗？你有言论免责权。我跟你讲，这一集录完了之后哦，不是你退出演艺圈，就是我退出演艺圈。喧哗，先拿出证据出来。红哥，红哥，红哥，你冷静，你脸都红了。曾大奶，从一面镜子聊起，再来，再来。然后虽然红哥都会装作没事，可是我知道他心里很想跟我讲话。对，哦。可是你看看。上完这个通告，你真的会红哎，你好会掰哦。他没有掰，他没有做到旁边，可惜了。不要不要往下蹲，不要蹲，干嘛打我？红哥。我又看完了，我在这边可以提出一件，红哥为什么会眼神这样子？为什么？好讲，我讲出来，你要救我，我把这个事等一下讲出来，讲出来，好讲出来。他是不是斜视？4、5年前某戏晚上下着大雨，哦，我送他回去，哦，哎呦那个自行力，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你怎么还在到了他的家门口？你们观众知道？哎呀呀，他已经下车了，对，我把车门拿开，他还这样子看着我。为什么呢？然后呢？我心里就一阵寒颤。怎么了？下车了，我就问他说 ：“You want a kiss？” Excuse me。
回家。所以他会这样看人是有原因。他想切啦，他通常都是有一种感激。他还告诉你忘了的 kiss goodbye 啊？对，他说他会感激你，他跟你送他回家会感激，会觉得。哦，他比方说看到这个太可怕了，没有没有没有，他比方说看到这个，有一次打高尔夫球，哎呦，我开车，乱讲，哎，你们不要那个，我开车，嘿，然后开球车，他坐我旁边，这样很容易被知道是吧？哦，哎那个我开球车，他在我旁边，就坐在那边，突然间左手就放在我的右大腿上面。而且跟我讲，哇，你的罗赖吧打得好远哦，太恶心！没了，不是我跟你讲，因为宪哥要开一个罗赖吧，一号路要开很远的机会很难得啊！哇，我们是用这个这样代替鼓励，哇，打得真好，没有没有，这又让我想起厉害了，炒盆饭的心境，马上回来告诉你。放屁大王台志远遭全场愤怒指控，用淫威逼迫大家闻他的屁。我刚刚的看到，台哥你最近练得不错。哎呦 ，OK 的，洪哥，他一种感激，一种洪哥，我跟你讲，面对自己啊，你不要再讲，面对你自己，我没有对你干嘛。我来，走出来。来，曾大来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讲完整。因为大哥们通常都不太会做什么事，然后通常就是有汗点，汗点，关我什么？出卖我吗？跟我也有事啊，有关，你有关相关人员，跟我有关啊。开关，汗点，我救不了你了，怎么样？是吗？我就跟你讲，迟早会变康的。他一点印象都没有。通常都会比较会去跟修哥聊天，然后。啊，你讲，也很会跟修 girl 聊天，没错，什么？真的很会，真的，而且他都会在那个写的稿子上，他都不好好写，他要写的，还有写字的跟旁边修 girl 聊天，写小字条带在稿子上面，对，然后那个所有稿子上都是写他要念的台词，他都不是这样写，他都是写说优跟，然后不优，哦，正面啊，台词不稳。举手，有被打过分数的举手。没有人知道，知道他打分数的举手。我们知道，没有，连打分数的都不在这边，来打分数的都不在这边。OK， 所以你这样子下流了，经过玻璃瞄你，你心里面就有这么多答案出来，对，是吗？不可能，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做解释？因为我真的不晓得他如果把那个牛皮纸袋拿开，我不认识他的话，我扁死他。好，我不认识他的话就乱讲。各位，你们到法庭来的时候，你是这般无罪。他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已经有按在宪法说你一定要诚实以对。对，所以本席决定让秘密证人曝光，好不好？现在揭秘到罗成本的地方，打他个人的知名度。一二三，揭秘。是谁？你到底上面有血？真的？他是到了也不知道。如果看到，带回去。哎，这位姑娘，你这样指控对一个熟男来讲，甚至会导致于离婚哦。对，因为我真的，这是他多希望的事情。哇哟，对不对？讲，来，两个人对峙，你不认识，我真的没看过他。有，我举了。哎，洪哥都是他叫我讲的，我那个。对，我都是他叫我讲。来，有，有看过他，他常来啊，常常举牌，他常常来，有啊，常来。窒息啊，因为疯狂大梦，窒息啦。你没有看见他眼睛在看你，对不对？我没有啊，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在看人家胸部嘛。抓到了，英明，各位，本席宣判。曾大乃的控诉成立，冤枉，罪证冤枉啊，冤枉，活下去，大人啊，很冤狱，不是，因为好色，不是，你说直接看就算，你都透过镜子再看到他，我觉得这个，我没有现场看到，我都不晓得。我的判决必须要根据，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摸过本席的大腿。也是有理的。不要再摸别人了。来，下一个黑函，赶紧的啦。我的彭于晏。
看你。控诉者彭于晏。哇，控诉人台志源。哎，他还没讲，他还没讲，还没讲，还没讲的。还没讲，还没讲，还没讲，被告退回原位。先打三下。是这样的，你完了。我因为我刚刚用本音就好了，不用再装。控诉条例，不是自私又不卫生，用淫威逼迫大家闻他的屁。冤枉吗？冤枉！好，具体事实说明。哦，这个有，这个有。因为每次我们录影的时候，我们尽量都不 NG 嘛。对。然后他就会录影，录到一半的时候就噗。我们一开始还以为是不是音效，结果发现有味道飘过来了。然后就在录影的时候，你又要忍住，不能说直接喊咖。然后他就会继续演，他是装没事。然后其实他在录影的时候一直放屁，放到大家都受不了了。真的。而且他后来就进化到我跟他单独坐电梯，他可以说、哦、大哥啊，等一下，我们去吃什么？吃那个，吃了好不好？然后你还不能有反应哦，然后觉得我屁是香的，然后就走了。觉得他屁是香的。屁股一撅，然后屁就来了，就是、屁就来了，而且很自然的。而且台哥不只会用、哎、小肉蛋，对，台哥不只是会用下面。小优，你要干什么？小肉蛋，他不只会用下面的屁股放屁，他还会用嘴巴放屁。像我们如果吃了韭菜的什么东西，打嗝，然后他打完嗝还说怎么样？我的韭菜好闻吗？对，很夸张。子虚乌有啊！被告，来，子虚乌有，报告庭长，是这种事情，我一定要提出我的请说说法。人吃五谷杂粮，是有谁不打嗝放屁？对不对？谁能不放屁呢？但是会逼别人闻吗？打嗝放屁的时机是怎么样？哦，我们演戏演到一半，对，我能说咔。你感觉来了，然后放屁，然后再接吗？不对，导播镜头在空中推，他多么的努力在推，摄影师每个在对，哎呦，顺都已经过来了，我只有噗，放，一直放，边放边说，完成这个最后的使命。我可否问你一件事？请听上，请此屁有声吗？有声。有声音反而可以把他的行者降低哦，因为他有鸣枪示警，我放不了，否则从空气当中，如果你刚好在对台词呛到，那很烦。大人今天哦，反而受不了。可是他已经放到有点恶劣，他有一次明明不是在对戏，就是他收工要走了，他已经卸完妆，我们化妆室其他我们还在卸妆，我说各位爷，小弟就先走了。噗就走啊，等一下，放屁，报警上，有没有工人放屁？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比方说我们要离开一个线，你以屁会有，不是？如果我们要跑得很快，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这样需不需要动力？需不需要报警上？需要音速小时的概念。各位，你要知道，当台哥放屁的时候，那就是吸取他的精华的时候。有，我都有吸啊，而且真的，只要有吸的，真的现在都大红大紫。最会吸的是谁？谁？纳豆。对，红完之后，阿 Ken 又吸。哎，这真的。阿 Ken 吸完之后，后续无人了。真的，我跟你讲，没有办法。我跟大家佐证一下。台哥遭全场指证，既然嫁祸给好友，因为我之前去举牌的时候有自我走错了，台哥就那时候脸非常非常的痛，然后就很认真的说快一点，我们很累。我去大陆之前，对，前七年在瓜哥身边闻了七年，哎呦，哇，后来两年在宪哥身边闻了两年，哎，我这个有，这个有，
有这个帮哦，我是唯一。我有一次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怎么样？他在球在旁边，然后就说：“哎，感觉来了。”他就放了一个屁，然后我还跟他说：“哇，宪哥能够闻到屁，真是我三生有幸啊！”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哦，我要真有屁的话，就忍屁吞声。屁呀！来。所以他很爱面子，中间有个放屁之前，他会先大声嘿嘿，来盖过他的屁，然后对姐妹们就出来了。你根本憋不住，因为你有练龟息大法。真的在控诉你啦！我被屁熏昏了的。好，最后陈述，最后陈述，好嘞，一个人形容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放屁乃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出于故意，是故意，是故意，这是出于故意，是故意。放屁乃腹中气，好出来游戏，真的太多了，真的是哦，你看年纪大，是故意，菊花会松吗？真的没办法吗？他撑不住啦，放屁已经不是高音了，而是。所以我在这个年纪还是这种声音，你们应该庆幸。宣布本案成立，由于吸食患者太众多，众所皆知。下一个黑函，小肉蛋曾大来，两位上来，罪名 EQD。脾气差的老屁股，好讲这种话有没有？之前有跟台哥一起，就是要那个一个单元要一起演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因为我很紧张，因为那个单元也是要讲台语，我就先想说好去找台哥 re 稿，就台哥从头睡到尾，完全不 re， 对，而且他在睡觉，我像台哥说不要吵，然后还被骂，然后最后来正式来的时候，因为要一直讲台语，我就讲北电的，他直接在录影的现场发飙。然后还用台语骂我，骂什么？骂什么？不能播。原因重现，讲出来，我们再修。我们剪掉，那个法警先到耳边听过来。来来，你跟我讲，你跟我讲。他骂他，操你呆！什么东西？而且拿麦克风讲就好了嘛。他骂人家操你呆，是没有呆吗？没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报告庭长，是子虚乌有，我绝对不可能。那你是骂什么？我没有骂，我没有骂。怎么可能？那男友骂他怎么会出口？还有人身攻击，就会说你长这样还不会讲台语。哦，没有，我没有说你长这样还不会讲。但是这句话倒是事实，实话。这样没办法，我说分两层，我说你长这样，逗点，然后我就没有再说话。哦，还不会说台语是这样。哎呦，但是我两句话都没说完。挺中肯的，挺中肯，了解，就分开了。曾大奶，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因为我之前去举牌的时候，有次我走错了，然后导播就说重录这样，然后台哥就那时候脸非常非常的冲，然后就很冷冷的说什么快一点，我们很累。心在紧张了，紧张太过分了。这一句现在也常讲，这个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很累是事实，是是，你怎么能走错？哦，是不是这样？我们已经累了，你还走错？你只有这样，这样还能错？错？报告党上，你要站过来，我来看。等一下，羞辱人家的职业，但是海哥。你的很累，很过分。他说我们很累。有一次他办郝柏村，他就在大闷锅 live 现场睡着，而且重点是台哥吴亦佩，压掉。来，讲，台哥睡着之后，而且还导播还收音说为什么会有咣咣咣的声音？对，然后他说我是三军将士，我就是睡，我不能睡嘛。然后他人家指正他，他还会骂人家，陈年往事不宜再提，而且咕咕咕的声音已经查证是白云山谷。我或许长时间的眨眼，可是配音的是白云。了解了，他们两个人等于是睡觉的双簧，一个出样子，一个出声。我们这些在家里看你们 live 的人，你们在旁边睡成这样，黄是观众，好夸张哦！对观众负责一点好不好？我要补充，不要看台哥这样，他会假借工作之名载我回家啊。
你是如此指控，是我情何以堪呢、啊？谁都可以情何以堪，他怎么会已经是地藏王菩萨，真的真的，他还在那里香当香塞，地藏王菩萨都他妈指控驳回，烂透，这么快就驳回了。台志源、洪都拉斯两位被告，由于呢罪证相当的薄弱不足，所以呢当庭释放。受审，没事。本节目由 Facebook 万名赞助。艺人乔装出没，你认得出他们吗？四位主持人当中，你觉得谁最不需要？现在觉得他讲话好笑吗？讲话很好笑，可是没关系。那我在同一支吗？我觉得我录不下去了。最不需要的主持人。